我们来看第七，一路 ，erhedai metaton nevelon kai obsedai auton bas ofthalmos kai hoetines auton exekentesan。好，我们来看看这一部分。一路 ，behold， look， 一个叹词，说 erhedai， 他来。作为这个词的话是个中动然后意象的用法，所以他来，然后 meta 跟什么什么而一块儿来， meta 后面给出了一个属格，所以是跟云一起 with nephilon， 说跟云一块儿开 opsetai 原型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它的一个将来，又是一个 etai， 一个中动的尾巴，那表明它是意象的用法，而他将看见奥通，他将看见他，谁看见他？主格在后头，其实 bus of thalmos， of thalmos 眼睛这个词看着很复杂，但实际上你只要记得住有一个地眼液叫做奥弗沙星，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嘛，奥弗沙星，你看 of thalmos 每只单数吧，就是每只眼睛，每只眼睛都将看见他，并且看。说 hoitiness 这个东西可能在我们的初级阶段没有这么去写过，但是也不难看出 hoi 既中毒又送气的话，关系代词对吧，既中毒又送气，相当于一个 those who tiness 是 someone， 一个复数版的 someone， 或者加个 someone's，所以连在一块儿其实还是一个都粗。接着走，奥动他宾格说 exekentesan 那曾经刺过他的，用矛刺过他，这地方的话原型长这样，原型长这样，或者说现在时态的或者说第一主干形式长成这个样子，然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前面是有一个 ek，然后再加上了一个动词，所以是个复合动词的部分，而这个 ek 加上了一个往昔号之后，往昔号是在动词词干的前面，但是严格来说这是不定过去词干跟现在式词干这个不是完全同一个词干，不过在这个也上面也差不太多，然后因为我在这之间加入了一个 a， 使得它恢复成了它本来的面目 x， 它本就应该是 x，只是如果后面是以辅音的话，往往那个斯就不见了，它为了发音更加简单，否则就有科斯科三个辅音在一块打架的问题啊。然后撒，我们看到第一不定过去的标志对吧，往昔号在这儿，然后在撒的前面往往元音要加长，所以说就连那些曾经一度刺过他的人，然后开Compsontai 其实还是一样，你会看到这是一个被动中被动的尾巴，其实还是中动的一个意象的用法，痛哭，其实这个词意思很多 Copto 其实也有砍伐的意思，说 AB 字面上来看是在谁谁谁之上 AB upon， 然后奥动宾格，我们在初级段学过它后面可以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格，但是它的意思都是一样，都是在什么什么之上，这里是为他而痛哭，然后谁为他痛哭，说巴塞海弗莱泰斯盖斯，那地的所有的那些宗族，他翻译了 all the people feel like， 但是完是 feel like Nine， Amen， Nine， Yes， Yes， 这里翻译成了一个小于的 B， 的确，确实， Amen。继续 ，Ego mi do alpha kai do omega lege curios ho deos ho un kai ho en kai ho erhomenos ho pantocrator。很好玩 ，ego mi
我是，说 do alpha 我是 alpha， 开 do omega 也是 omega， 非常著名的一句啊。说 legi 说到谁说 curios 和 deus 所谓的耶和华上帝，接着走 ho un 那现在曾经在和将在的，又是那个说法。然后还有一个 ho quando crador， quando trago quando 是全，差不多相当于一个 o， 然后后面的 crat crat 就是大能强强力，然后再加了一个 or 强力者，要类似于英文的一个这个啊，所以就是那全能者。来看第九 ego Ioannis 和 Adelphos Vimon 开 Syngoinomnos Ente Sleepse 开 Basileia 开 Hypomone En Jesu Ego 我谁？约翰 Ioannis， 然后兄弟和 Adelphos Vimon 你们的兄弟，我约翰，然后你们的兄弟，同时也是该 Synkoinomnos， 很好玩的一个词啊， Syn 啊，这个词的话受到这个的影响，受到这个的影响，所以前面他用的一个这个，否则他应该长成这样的，应该是这样，就是英文的这个词，英文这个词受到科的影响，他前面用了跟他类似的这个发音类似的歌，所以连起来还是一个嗯，然后相当于英文的这个 Synkoinonos Koinonos， 这个很好玩，我们的这个语言叫做通用希腊语是吧， Koine 其实就来自于这个东西，通用的，如果你把这个地方改成一个长 A 的话， Koine， 所以就是共同承担者，共同参与者，这里给出的是 companion。然后在什么里面 ？Ente sleepse，ente sleepse， 很好玩。它的一个主格其实长成这个样子，这地方是它的一个语格啊，一看就是第三变革的家伙。说在他的所谓受难，开巴西利亚以及他的国度，开 Vipomone 以及他的奸人，谁呀 ？En 耶稣啊，在耶稣当中。再来 ，egenomen ente neso ten calumene patmo diaton logon tu zeu kai ten marturian Jesu egenomen， 这其实是一个中动的所谓第二不定过去，第二不定过去。也就是我们的 ginomai 成为 I be， 有点像个 I became， 或者说直接就说 I was， 说我是，我是在哪儿的 ？ende naso， 这是我们说过在初级阶段我们只用学两个以 os 结尾的第一变革，第二变 第二变革的阳阴性名词，一个是道路的 hodos， 一个是。这个叫做旷野的 Erimos Erimos Erimos， 只有这两个，那现在的话又多了一个，跟他们一样都是以 os 结尾，然后第二变革，但是阴性词，你从这里看得出来，就是岛屿这个词 Nasos Nasos Nasos， 好，现在你有三个了，这是在初级阶段就应该知道的，再加一个这个 Nasos， 说在那岛上 De Calumene， 这非常明显 Calumene 下面是叫做英文 call 那个词啊，说 Mene 是一个被动的分词，所以 called， 那被叫做拔摩的那个岛上，说我是在那个叫拔摩的岛上，
dia don dia， 看后面跟什么格。如果后面是宾格，那是 because of， 因为什么什么的缘故。因为 don logon to save， 因为神的道，以及 kai den marturia， 以及见证耶稣，以及耶稣的见证，因着神的道和耶稣见证的缘故。来看第十 ，agenomen 又来一遍是吧 ？en pneumati ente curia ki hemer kai ekusa opisomu phonen megalen hos salpingos。说 agenomen 又来了吧 ？I was 这边来看是个 I became。说 ，en pneumati 在那灵中 ，in the spirit， 然后在哪一天 ？en te kuriaki，kuriaki 其实这个词就是现代希腊语的所谓星期天、主日，这其实是主的，然后主这个词变成了它的一个形容词形式 ，kuriaki 属于主的，然后在那主日的时候 ，hemera 日子，说。我的话呢是在灵里面，在那主日，然后开 a 古萨萨第一不定过去，对吧 ？a 的话前面加了一个往西号，变成了这个 a。我听见了 ，a b 首母在我的背后 ，a b 哦 b 首在什么什么后面 behind， 后面接一个数格，说在我身后，然后 for 内一个大大的声音 ，for 内宾格，然后 megalen。Megalin 是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容词，你比如说它的原型长这个德行嘛 ，megas， 但它阴性的话却长了个这样的一个词干。好，报道 ，horse 就如什么什么一样，像那号角声一样 ，salpingos， 如果你看它的原型的话 ，salpings， 好，继续，这里是它的一个属格，报道。Negusis or blepsis grapson is biblion kai vempson dies hepta ecclesiais。 好， Negusis 这其实是一个这个分词的话，然后还是一个属格版，有点像个 of saying， 然后 ho 又是重读又是这个是吧，所以关系代词 he which it which 有点这个味道，或者直接就是个 what， 说 blepis 你看见的这些东西的话 grapson 这是个命令式，你当写下来写到一本书里去 is biblion 写到本书里面，或者写成一本书，开 bempson 一样跟这个一样，也是命令式，并且你当把它送给说 dice 接语格了，送给那七个教会 ecclesias， 然后下面就是这七教会的名字，在这里给你一个它的这个主格版，长这样，其实都差不太多啊，除了这一个。还有这个以外，其余的总体来说都是我们熟悉的第一或者是第二变革的家伙，比如说第一个以弗所的话 ，Ephesos， 那 is 后面接宾格，那以弗所你把它变成一个 Ephesos 就行了 ，os 这里是宾格 ，Ephesos， 该 is。Smyrna， 你把这个去掉，对吧？是美拿 ，Smyrna， 再来 ，Kai is Bergamo， 那把它改成 os 就可以了。那别加摩，下一个 is Thyatira， 这个变化稍微大一点。它的原型长得是这个样子，至少我查到的它的原型是这个样子，而且比较有趣味的是它居然还是一个所谓复数版，它居然是个复数
这也挺有意思的，中性的一个复数文。好，然后送到哪儿是吧？所谓的推啊推拉，然后 guy is Saturdays 啊，这个变化跟他长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而且他还不是一个这个中性词儿。如果是中性词儿的话，你说主宾格长得一样，那没什么太多好解释的。但他居然还是个阴性词儿，阴性词主宾格长得一样。说到萨迪，再来 ，Guy is Philadelphia 啊，这就简单了 ，Delphia， 你把这个去掉之后就是他的主格 ，Philadelphia。到下一个叫做费拉铁菲，最后一个 Guy is Laodicean。把这个 N 去掉，老底家，老底家，老底家教会。好，这七个教会的名字。OK， 那么这次我们先读到这么多，下次见。